打不着他们呢。我去，整个拍死了。呆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回音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。现在我们玩的叫普罗米修斯啊。咱们呢一直找那个平的啊，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柱子形的地方，然后我这个不怎么平，你看我给空气找的地方，空气说要跟我做邻居，你看他这个地方多平，哎妈，太平了，这地方又平。不过呢这个地方是有那什么的啊，旁边有岔道口，我那边整个是个桶形的，啥也没有，谁什么也上不来，除非是飞行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就我给空气找那地方特别平，你看我这也不是特别平啊。那咱们去找一找那个什么啊，找一下那个石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找甲龙或者是星尾兽。我现在准备建家了，需要大量的石头，这有吗？阿根廷巨鹰没看着啊，找一找啊。我揣着四支箭啊，这个箭不知道是不是麻醉箭，也得试一试。剑龙、甲龙看着了，甲龙这挺多。行，那咱们回家去找一下石头人啊，我自己搞不定这地方，太乱了。我找一下我的那个什么啊，石头人，然后把这边清一下怪。这边是我家吧？这儿啊，我回来啦，你跟着我走呗。我看看啊，他是个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六十万的血量，应该够了吧 ？OK， 来点那个，来点药啊，我怕他死了。好，行，然后你跟我去干活去。那边看到甲龙了，你别动啊，你搁这待着吧，正好给他升升级啊。然后这有没有啊？下来了，有吗？哎，那边有个星尾兽，打死他，16万的攻击力，升级了，把他也打死了。升级啊，他刚训的牛龙，打死他，这是范围攻击啊。树也倒了 ，OK， 我瞅一眼啊，升了8级。血量给他干到100万吧。这个蹭蹭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呢？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妈，这啥呀？你别动！哎呀，他是和平训的，这玩意不得打我呀 ？Hello， 他要生鱼肉，妈好可爱啊！他不是要打我呀？没有没有啊，那边有个星尾兽，能给我干活就行。我不知道我这个剑到底是不是那个眩晕的剑啊？不行，我就把庞马整了。剑，哎呦我妈，摔死我了！一个哪儿呢？是吗？是570级的，挡下吧，可以，不错啊。他吃什么玩意儿？吃果子啥的。旁边没有什么打扰我的吧？是这个秒晕剑是我捡的啊，打哪个怪捡的。哇，他这个饱腹度怎么回的这么快啊？果子给你，我还整个靴子，泰克靴子吗？这是不知道啊。哇，他得多久啊？得100多个这个果子得呀。我还有别的果子吗？蔬菜你吃不吃？蔬菜得100多个，我的妈，这里边训恐龙这么费劲呢、啊？那我果子够不够啊？给他的，黄色的得200多个，够呛能够啊？那我这土豆也给你点吧，你吃啥都行，普通饲料12个就行。饲料我有吗？饲料我也没有啊。我训个这玩意儿这么费劲呢、啊？那我这石头人呢、啊？你不能那什么点吗？给我干干活吗？这石头人只负责干架啊。拆肉也拆不了，行，整个星尾兽也行，再整个甲龙也不错啊。哎妈，这里边果子需要这么多，行，我捡多少算多少呗，是吧？还行啊，这旁边没有什么厉害的怪，才几十个。什么声？有那个野人出没，好像附近呢。够不够啊？100多个，能够不？江巴差不多够，我感觉。我跟着石头人就搁这保护他点呗，来收吧。应该把我的庞马给整了，我的庞马收这玩意儿收的一绝呀，我不敢离开，我怕这刷出来新刷出来恐龙把我的星尾兽整死了。我能给你多少给你多少，这10多个20多个的，这太难了。这胡萝卜不能给他吃啊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是真能吃，你是猪啊，46%。你身上没有果子吗？他身上果子好像打别人得的啊。你不能干点活吗？那只能干架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把他们都给打死吧。我创都是有那个伤害的啊！你什么玩意儿？泰克剑龙，跑死你！我跑得好快，死了！泰克迅猛龙，打死！他是个范围攻击啊！泰克复制龙，好拆吧我。这包应该能打开吧？能打开啊！给了个头盔，给了个什么鞍，刨吧。小伙伴说用这个刨好啊，给优质的肉，什么当当响啊！这给它拆了。电路元件，电路元件11个，咱俩去那儿玩去啊！对面是个城堡，
哎呀妈，哎哎，我这个鞋怎么这样呢？这什么？我拆点肉啊，拆点优质的肉，这没多少啊，优质的肉是个饲料啊。其实完了，我这整不起啊。好了吗你啊？77%，你果子够不够啊？走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渴了，前面那个城堡咱俩去玩一下啊，把他们都给弄死。哎呦我的妈，全是怪啊，揍他们去，揍他来了。打不着啊，这咋整啊？我这不没事找事吗？没落地，悬空的状态，这咋整啊？不行，打我呢。行吗？我中毒了，这咋整啊？碰不着他们，他应该不掉血吧？加到100万的血还没到，你说我这不没事找事吗？这咋整啊？哎呦我去！完了！哎，哦，这鞋这么帅吗？我中毒了。他们应该追我呢。衣服修一下啊，准备跑。我跑个溜，我干他们！来来，下来来！你们真不知道你们马王爷长几只眼！我咳嗽了，我要死！你给我整点药呗，我吃一口，你吃一口，行不行？你也不用吃药啊。长了15级，这一下子100万的血，攻击力加，然后移动速度加，我还咳嗽呢。这里边全是怪，哇，我这个是什么鞋呀？一直咳嗽呢，我这进不去啊，这里啊，我想进去把他们都给扫了，太大了。那我带你飞上去啊。这里边也没人吗？来，升级的好地方，拍死你们。升级了，升了8级，加一个移速，加个攻击力，这地方就是刷怪的地方啊，别掉去，拍死你们。来技能，哼，还有人没？我的妈，这还有点，打不着他们呢。我去，全给拍死了，该。好，涨了4级，可以，走吧，咱俩走吧，走。咱们那个新尾兽是不是好了？我这个鞋是什么鞋呀？它不是有什么功能啊？这鞋啊，没什么功能，它就是减抗摔的啊。没有那个什么啊，耐久啊，搁哪混的也不知道，可能和哪个打架弄的。这个是不是带 BGM 的？我去，200万血，他带 BGM 就打不了啊。好了是吧 ？OK， 我好像很高也没事啊，也摔不死了。新尾兽，那就那什么吧，给你安个这玩意儿。那我马上过来接你来啊，我得做一个那个什么呀？哎呦我的妈，做一个那个鞍呐，新尾兽的鞍。那你先搁这儿待着吧。你看我这个鞋，我看看啊，新尾兽的鞍，这玩意儿好像得铁匠台的，我得做个铁匠台来一个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我这地基有点不够了，妈，太拮据了这地方，太挤了啊。这样一点点来呗，是吧？这样行吧，他俩挨着点就挨着点吧。新尾兽的鞍给我来一个，需要什么？兽皮，金属锭，纤维加石头，纤维得100个，纤维我有没有？妈呀，我没有纤维，纤维没有。行，那纤维我搁这掏呗。我这鞋是哪来的啊？好像防摔啊，这个鞋，我好像从那个悬崖跳下去都没事，咱们可以试一下。等会儿啊，脱水了，吃口饭。纤维够吗？不够啊。空气搬过来了吗？空气在对面呢。空气也不是那儿，空气啊往哪儿整的？这儿，空气这儿，这多平啊，你还要那地方干啥呀？空气啊，这儿，空气能看见我不？空气啊，你不要啊？那我要了，这地方拉倒吧，我已经定那儿，那边多平啊！我去的，你真是好。咱们先把新尾兽的鞍赶快做了啊！来，需要的是纤维，我是眼瞎吗？纤维啊，我是眼瞎，大瞎子！哎呀，我去的，我真服了我新尾兽啊！来吧，咱们带这个鞍啊，然后把那个新尾兽带着是吧？砸石头啥的没有问题。新尾兽能不能帮我整点那个什么果子怎么的啊？新尾兽鞍，我跳去看看啊，小伙伴，我这有个小帽子，我要戴个帽子，传说级别的帽子，挺好。然后呢，有没有皮肤啊？有是吧？哦，这个德行好丑啊！我住你对面像，我跳去看看啊，我看这鞋能不能给我扛住啊，防摔啊，你看是不是啊？我这鞋子帅呀、啊！新尾兽你哪去了？哎，新尾兽你搁哪呢？去的，新尾兽就搁这儿呢。我们的妈妈一般都会这么说，是吧？她都看见你了，是吧？这什么玩意儿？也是个传说级别的啊！行吧，这时候你是不是该干活了？你多少级啊？838级。OK， 可以啊，可以。你果子给我。果子打不了啊，你啊，石头还可以打的。哎，我怎么记得可以呢？果子
X 键 C 键，哎呀，果子打不了他，不动，打石头打都挺多啊，走走走，木头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他幸亏兽升级了。哦，行，这果子我给他吃剩下的吧。行，我给他点啊，嗯，我给他点，我怕他死了。嗯，打假掉这是啊，假掉一下，这个挺方便的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咱们要是多打金属的话，还得整个甲龙应该。石头300多个，星尾兽升级了。星尾兽就这个比那个甲龙好啊，它可以这个来回走，来人了，那是个野人。我能打他不？走走走走走，我怕他干我呀，他是带麻醉的。哎呦我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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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哎呦我去，我去我去我去，哎呦这玩意儿训不了啊！你别打了，待会给我打死了。我带那谁去吧，我把他拍死得了。他是给我打进来了，看到没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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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衣服呢全给我扒了，有病啊你呀。没事，鞋子没事啊。摔，我是个大猛男。我去，你这个鞋除了防摔没有什么别的吗？哪一点，你看我怎么揍你，还打他呢。他伤害不高其实啊，我躲点石头后边，还打你，砸死你吧，拍死你，你被麻醉了。哎呦，石头人也有麻醉啊。哦，是我是吧？哦，行行行，把他拍死了，那我把你们都给拍死得了，拍死。31万的攻击力，牛龙打死，在我的地盘前面是吧？捣乱打死你，剑也没有了。你说那个野人身上有东西吗？野人呢？哦，搁这儿呢，挺嚣张啊你啊！哎妈呀，哎，有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不能拖着他吗？我看看，长什么德行？哎，我为什么跑这么快啊？哎呦呵，哎，为啥呀？甩出去了。哎，我低了他就跑得快，这啥玩意儿？我拿一下呗。你看啊，你看跑得老快了。哎呀，怎么杀手了？为啥呢？你是个长这样，你长啥样啊？让我瞅一眼呗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把衣服穿上，先松开吧。我先修一下我衣服啊。这帽子为什么没掉呢？是因为套上那个皮肤的事吗？扛着他跑老快了啊。好，咱们把衣服修一下吧。你看他带上他就没事儿。这衣服没有什么盔甲什么的吗？这个是不是？不是。这个呢？也不是。这个呢？那你这什么皮肤啊？不知道。那裤子给我修一下不行吗？裤子有，是他是吧？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我站个石头上面。哎呀，怎么给甩出去了？这个鞋子我不会用，我估计这个鞋还有别的用处啊。慢点慢点慢点。哦，这个野人，行，逮了个野人啊，这家伙训的是真快啊，他还留了个大胡子，这大脑瓜子，还是个海盗的帽子啊。行吧，你死的好惨啊，可以。